如果真的有心要补偿的话，那就等你看到我幸福之后，你再结婚了。学长，那万一你一直都找不到你的幸福，那我不就一辈子都不用结婚了？所以我的幸福就交给你啦。我的下半辈子幸福，你要来负责吗？亲密电子四十二台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本节目由永信 HAC 冠名播出。